伤了还伤？谁让你们聊天的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要是再修不好设备，我就把你们扔在这儿。有的是时间让你们聊，你也得给我修的时间啊。I'm working on it。还要多久？我们怎么知道啊？大哥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两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，我们脑子已经迟钝的需要能量。你让我们做事可以，总得给我们一些零食吃吧。喝点水吧。啊，那谁，你那水也喝了，咱可得先说清楚了，你可不能再跟我们哥们犯贱了啊。给的是好东西，可惜了，就算装备再精良，没有考古经验，来到这里也只有送命。这些都是他们的脚，他们怎么样了？一个活的都没有，是怎么死的？阿宁姑娘，你就别再问了。你别太伤心了，说不定有几个人已经逃走了呢。你们再上去的话，就不要再来盗墓了。我们不是来偷文物的。那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我们有别的任务。咱能不吹牛逼吗？你们这么大一帮人，全副武装跑这古墓里头来，还说不是来盗墓？难不成你跟我似的呀，来考古的呀？胖子，你也别吹牛了。哎，这个就是 AEK971 吧？哎 ，AEK971 比 AEK74 的命中率提高了15%-20%。武贤，别乱动。之前，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？这么大一个，你搬得出去吗？还有，你忘了我们这次的目的吗？互保啊！哦，对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这个东西叫棺椁，不叫棺材，别老给我丢脸啊！棺椁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这他妈怎么又出来一个呀？
哎，加上那七星衣冠，还有那个，这都几个了？到底哪个字是真的呀？鲁殇王这老丫头呢，还真够鸡贼的呀。这墓居然在树里边，这个机关是怎么设计的？小三爷，咱先别研究这机关了，这里面到底是不是鲁殇王啊？啊？管他是不是鲁殇王，咱们现在有枪有炮了，鲁殇王就算爬起来把他干了就是。吴邪，上面写的什么？我也看不太懂，不过可以肯定，这个棺椁的主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鲁殇王。上面记载了他的事迹，和我们知道的一样。这个鲁殇王40岁左右就死了，无子无女。这个洞不像是自己裂开的，像是这些链子把它给扯出来的。那你们谁能告诉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对呀，这很奇怪呀。别人的棺材或者棺椁，都是从外面钉上，不让人再打开。但这太蹊跷了，你看这台上的机关，直接就把这棺椁给送出来了。好像这墓穴的主人是刻意让后人来打开这个棺椁的。这些链子绑得这么结实，不像是用来固定的，反而像是不想让里面的东西出来，才这么绑上去的。你们看这里，这儿也有字。小三爷，这写的什么呀？这应该是一个起字。这上面记录的是某一个时间，但这个日子具体是做什么的，我也不太知道。会不会是打开棺椁的时间？别胡说，哪有人会把开棺的时间写在棺椁上？你们听到了吗？怎么回事？会不会是里面有活物？我去你大爷的！你少他妈吓唬你！怎么可能？这棺椁封得这么严实，一点空气都没有。哪怕里面真的有人，3000年了，想活都很难。不如把它打开吧。不行啊，三叔，麦幽平之前说过，不能碰里面任何的东西，更何况这是一口棺椁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快上去，程程程和嗨少还处在危险之中呢。吴邪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更应该打开来看看。其实我刚才说往上走，那只是我的猜测，如果上面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再遇到麻烦的时候，恐怕连三叔也保不住你们。你想想看啊，这里这么多机关干嘛？这样的设计，说不定打开这个棺椁的时候，里面会有离开的方法和线索。可是三叔，哎，不行，我倒是觉着你三叔说的对。你想，是咱们现在是首要任务是赶紧出去，但你这么想，你说万一咱们把这东西一打开，哎，就从里面找到离开这儿的捷径了呢？你想，这爬树这也不是特别简单的事儿吧？你再加上。咱们这儿不还有伤员的吗？啊？啊！嗯，大哥，能不能别看着我们吃东西？这样很影响我食欲的。储备粮不是白吃的，如果吃完了还弄不好设备的话，你们俩应该很清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你吃吧，我不饿。现在我们已经去到第一层果了，里面还有几层，必须再打开一两层看清楚。来，数数了，1、2、3。怎么这么重啊？来，
靠边，非得逼你们胖爷我出手是吧？让开呀！行不行？不行别勉强啊！一般战国的诸侯王都是二重果三层关的，如果现在这棵树算是一重果的话，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开了二重果二层关了。所以说最下面这一层才是最值钱的，不是最有考古价值的，是吧？这玉也太大了吧，很少见到吧。啊，这块玉是新疆瓦纳斯玉，它上面所刻画的是天圆地方之意，嵌这么大一块玉必须是完整的才有它存在的价值。潘子，把它弄下去。哎，现在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你想好怎么做了吗？先行部队一直没消息，我们也不能干等下去，天黑以后这里会有巡山的村民经过的，我们不能久留。你再考虑考虑准备撤离的事了。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这上面画的应该就是这棺椁入殓时候的情景。那这么说这里面躺着的就一定是鲁殇王本人了呗。要想知道里面是不是鲁殇王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，打开看看。哎，潘子，这已经是最后一道棺木了，咱们还是谨慎一点，悠着点。嗯，怎么好像有呼吸声？能不能不开玩笑啊？你认识是你三叔是吧？你吓唬我吓唬惯了是吗？这里边会有呼吸声，你当我是小学生是吗？真逗！你听听看，啊，小心点。哎，你们说有就有了，啊？到了这种地步，没有办法了，难道把棺木再盖回去吗？王鑫，一有什么情况，不要犹豫，记得要开枪，啊！潘子。哎，不不不，等会儿。放下！我说你们这帮南派的，到底懂不懂啊？
简直就是棒槌一样嘛。咱们现在要开的是鲁殇王的棺椁，几千年了，你当在你们家吃沙丁鱼罐头呢，说翘就翘开啊，真逗。照你的方法来。我来就我来。让一让。能撑起来，这个机关应该就是开了棺椁盖以后，人就被这杆子撑起来了，要是普通人肯定给吓死了。被子的刀，没想到这次让我捡到一个宝。三叔，什么是御俑啊？就是把这件东西穿在身上，或许能够返老还童。真有这事儿？老家伙，你知道怎么能把这东西脱下来吗？听说这东西不能从外面脱。难道我们得把它搬出去？哎，我说你，你又来啊！我就说你们南派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，不是扛就是撬，能不能动动脑子想办法怎么把它拖下来呀？我只是说，当然还是要把它扛下去啊，不然怎么拖？你在上面拖。哦，也对，拖过来怎么办？哎，动手动手，那小心点啊！来来来，小心点。干嘛啊，阿妮？他有呼吸。当然没有，小三爷，不管是什么，给他一枪。哎，不行，阿宁，先别。如果是个活人的话，我们不能开枪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这些？不是，他要是活着的话，我们算是谋杀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吴邪，你未免太天真了。老而不死是为妖，三千年，估计不可能是活人。要是活人，还真的是好，给我们指一条出去的路。哎，三叔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他脱下来的皮。哎，这鲁殇王得了什么皮肤病啊？掉这么多皮？哎呀，你别瞎扯了。他每换一次皮，就会年轻一次。你看这皮书的总量，他应该脱了四五次皮了。哎，不管那么多了，就算有呼吸也好，没呼吸也好，咱们还是要把玉俑拆下来，是吧？
小，这杂音太大了，关小一点。这不是我制造的杂音，它来自地下。啊，不是你弄出来的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跟无邪联系不上了。我还以为这是你的战术呢。这噪音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地下有奇怪的磁场，在干扰信号。哎，那这信号忽强忽弱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一直在移动，没有停下来。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安全的。三叔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难不成真的把整个都背出去了？游戏啊？有什么戏啊？胖子，你果然厉害，眼睛这么尖，这么多线头，这么细的东西你也能发现。你们这些南派的同志啊，真不是我说你们。从学术上来讲，这个倒斗啊，它是个细活，不能着急。难道像你们似的呀，恨不得倒每个斗都得一锅端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你们亏得有我了吧？要没旁边我在这儿，你说你们非得把这东西拆零碎了，才能脱下来不可。你想想这事儿，我都佩服我自己，真的，我都想跪下来给自己磕一个。你觉得呢？是不是？哎，去你的吧！你怎么不说这条线是机关呢？说不定它本来就在这里的。你这位老同志，你这是嫉妒？干好了啊！嗯。谁呀？你大爷的！要平庸，阿宁，这就是你的同伴吗？他也是在幻觉中误喝了墓穴里的水，才会变成这样。刚才要干嘛啊？你今儿必须给我说清楚了，你别以为你身上描龙画凤的爷就怕你了，知道吗？取你的命！我操！胖子，好啊，要跟我动手是吧？来，你说来散的，来套路的，咱们谁先比划？来，胖子，你干嘛？有话慢慢说嘛。你没听见他跟我比划吗？你拉我干嘛呢？我你冷静点，他都那么快，要真想杀你，你还能站这吗？对。你想想看，小哥做事总有他的理由的，而且这一路上他没少帮你，你应该谢谢他，是不是？你总得给他解释的时间吧。我算看出来了，你们仨都向着他说话，那我胖子没朋友了，那我靠边去。可是你还得给我解释清楚，要胖爷跟你没完。胖子，别往心里去。我们要心里去。行了，小哥，你给他一个说法吧。这东西五百年脱一次皮，脱皮的时候才能够将鱼蛹脱下。如果强行扒下，里面的尸体就会变成一具血尸。这个鱼蛹里的活尸已经存留了3000多年，只要一拉线头就会马上起尸，我们全都会死在这里。胖子，你听到了吧？他不是想杀你，他是想救咱们。得，瞧瞧你说的这些还那么一丁点道理的份儿，爷姑且先饶了你啊。小哥，潘子，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我觉得您好像特别了解这儿。你要是方便的话，就跟大家说说，
也省得我们老是拿着命去冒险。你活得够久了，可以死了。喂，你怎么把他给杀了？他还有呼吸呢。就是啊，这他妈什么道理啊？哦，我们哥几个辛辛苦苦下的岛，好不容易把这棺椁开开了，你出现也掐死了，你总得给我们一解释吧。机关里有个几个盒子，你们要知道的一切都在那盒子里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上面字儿密密麻麻，太小了，都看不清了。上面写什么呀？这应该是鲁殇王一生的经历。这种文字我以前研究过，不过只能认得一点点。你认识一点点，总比我们强吧？你赶紧，你挑那些能看得懂的，给我们念念，念念，念念。我只看懂这里面记录了两件事情，其中一件。就是说鲁殇王拿到鬼玺的经过，鲁殇王20岁的时候就从父亲手上继承了官位，为鲁国军队盗掘古墓，出黄金以凑军饷。有一次他进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年代的墓穴里，发现那个棺材里居然躺着一条巨蛇，鲁殇王一刀就把蛇给剁了，强行开膛破肚，从蛇的肚子里挖出了一个紫金盒子。就是青眼狐狸那个紫金盒子，应该是吧。不信接着说。嗯，晚上鲁殇王梦到这条巨蛇来寻仇，他说我想杀就杀。鲁殇王在梦里又把这条蛇给砍伤了，正要取蛇头的时候，这条蛇突然开口求饶，求着他说，我的身体已经被杀了，如果意识再消失的话，我将永世不得超生。这条巨蛇告诉鲁殇王，那个紫金盒子里有两个宝贝，可以保鲁殇王位极人臣，并且告诉鲁殇王如何打开盒子的方法。鲁殇王深知此事只因天知，不应该公诸于天下，于是就把那条蛇给剁了。这鲁殇王也够狠的。你别打岔，你没听到这里边提的有两件宝贝，其中一个呀肯定是鬼玺，那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这个上面也没有说另外一个宝贝是什么，只是说鲁殇王用了一下颇为顺手，虽然蛇已经死了，可是鲁殇王还是觉得不安心，于是把他的下属以及随从连同家属全杀了，连刚满月的小孩都不放过。这个鲁殇王肯定是中了什么心魔，要不然不可能这么残忍。你看你又打岔，你别说话行不行？你认真听真真说行吗？你说他一个人不可能杀得了这么多人，对吧？那肯定用那盒子里宝贝了。你赶紧念念后边怎么回事。你那么能分析，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不然这样好了，给你看啊，你告诉我们来。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，鲁殇王凭借宝物无往不胜，
风光一时。
就是吓坏了。臣妾没事，是大将军救了臣妾。大将军，你今天不只是救了寡人的命，还救了寡人的爱妃，这功劳不小啊，寡人一定要好好的赏赐于你。臣不敢当。为鲁公的夫人，怎么会不等你回来娶我是吗？你是个骗子！当初你说你为了我建功立业，可是你一去不复返。这么多年，竟连一封信都不肯给我。人都说你已经死了，他们都说你已经死了，他们逼我嫁给鲁公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你这些年都去哪儿了？你都干什么去了？对不起，姚公。这些年，我一直为鲁公挖掘古墓，寻找黄金，挖坟掘墓，来逆天作孽之举。所以我一直隐姓埋名，只有鲁公和他的近侍知道我的存在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做什么不好？为什么非要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？你不懂。如今中原诸国连连征战，若没有金银财宝充当军饷，军队又如何能取胜？只是我没有想到，我为鲁公洒血卖命，抢走了我最心爱的女人。既然你说我是你最心爱的女人，你带我逃离这里，天涯海角我都跟随你。
of my sword. Nothing I can conquer. I'll keep carrying on. We have to be strong. Still a long, long way to run. Until I see the sun, I see the light. The mystery and the dreams. I see the light. I hear the triumph. Let's write our story. Let's make our fantasy come true. Through the door into another world, picking up my sword. Nothing I can conquer. I'll keep carrying on. We have to be strong. Still a long, long way to run. Until I see the sun. Fantasy. Come.